幕要开始了，还不赶快回来！好的，欢迎回来，帮我开个场好吗？哎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现在。我是汤奇啊，又到了我们周报时间。好，这个我们今天啊，这个 Tommy 又回来了，没错。然后这个毕竟 Tommy 是这个卡牌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卡牌游戏，哦，是我们三个人在场三个人都没玩过的。哎，对，对，真的真的真的没有玩过，是来自这个最近的国产作品。廖天丁期待凶贼脑醉棋啊，它里面有一个四色牌，然后听说很多人是玩爆。對啊、听说破关之后还要回来玩这个，就有点像很多作品都有这个现象。昆特效应，昆特效应，昆特效应。人中之龙那个也会回去玩、啊。对对对对，我因为人中之龙开始打将棋。哦，将棋。我到现在都还在玩、欸。其实我以前玩，比如说那个《泰格立志传》。那个我会讲出来，没有人有共鸣。反正它里面有这个，听起来像有点安静，这样听起来像英文的音译，很像泰格里泰格里像国外史。里面有那个花牌，我也是本来要统一天下的，对，算了，我打花牌就变成赌徒、啊。有一个花牌，对对啊，也是狂玩，所以我觉得蛮多游戏都有这种，蛮多都在里面。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，应该算第一趴了。我有看到那个军仪要出来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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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也是那也是，哇，那个好帅，那个一定夯。我真的还看了一下它的规则，好复杂，那一定夯，那一定夯爆。但是那个是原本就的规则，还是那是他另外自己想猎人架空出来的？对他自己想了一个规则出来，他真的好厉害，他真的没有要画漫画，对啊，他真的没有要画漫画，他真的好喜欢游戏，他一直在做游戏，他真的好喜欢游戏，哎呀，那个。军仪那个，我觉得出来一定会夯爆，真的，那个真的不错，短期之内跃升成真的日本国民的棋盘类型游戏。嗯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太复杂就算了，可是越复杂一定越多人玩，那种日本吓到，对啊，职人将棋，职人将棋多复杂，一堆人在玩，真的。我们今天也是要来玩这个。廖天丁西带凶贼脑醉棋，醉棋对，然后玩一下里面的这个四色牌，但它里面的四色牌其实是比较有一点简化过后的啦。嗯，是的。那事实上，这个我们这边今天有这个实体的四色牌，但是听说规则比较复杂，非常的复杂。一人拿一个颜色，然后工作人员觉得我们是一人拿一个颜色，我们这三个愚蠢的脑袋一定是没办法学会的。我只能用一个最简单的区分，一人拿一个颜色啊，看一下有什么，看一下有什么。我拿的这一叠简直像是符咒。哈哈哈哈哈！所以四色牌玩法就是这样子吧，定我这种妖孽。哦，这个是白色的，这个好像这个其实我有印象老，老一辈的人会玩，是在公园玩的。对，我有看过公园有人在玩的。但我从来我以为我那时候以为只是他们在玩扑克牌之类的，只是他们自己做。哦，他们自己用他们写的，这看起来像牌啊，对啊，可能也有很有可能是看起来就很不像，这看起来好像也可以直接下象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车马，这个将士像车马炮嘛。我们今天这个游戏里面啦，它也有这个四色牌，我们今天就玩用游戏的画面来给大家看，没错，如果还不知道的话，廖天丁西带凶贼脑醉棋里面的，嘿，我们来看游戏画面。好，我们里面只要跟这个阿奇哈，这个奇哥。啊，跟他对话就可以开始打四色牌。那这里面的这个四色牌的规则是，它有黄、红、白、绿四种颜色，然后有将士、象、车马、炮、兵是七个种类，然后有四乘四乘七112张牌。那廖天丁这个，廖天丁，我们要小赌养家活口。我已经陷入了阿奇的陷阱，大赌新家，小赌养家活口，大赌新家立业。这个对我说，我绝对是。黑了，我觉得是特胜赌的、啊，黑了，谁跟你胜赌？小碗、中碗、大碗，我一定点特胜啊，白痴！特胜赌，我一定是大赌新家立业，保家卫国。我还不知道怎么玩，我就大赌新家立业了啊！那廖天丁里面的这个是玩法是九加十载的玩法，是庄家开局十张，那闲家九张，庄家开始摸丢啊，然后摸起来如果没办法凑就丢。然后呢？总之就是有点类似麻将的感觉，有点要把它碰起来，就是要凑对子，凑对，要凑对子。所以凑了对子就把它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好色哦。所以四三个算对吗？就二二。哦，所以我们这样可以把两个这个。那其实我一堆东西可以丢嘛，对不对？两个车我先把它丢了啊，这样我就一个对了嘛，对不对？加几对？
这这类。啊，所以他们有些人起手就一两队了，我们又碰到一队嘞。等一下，但是排数也不一样，排数应该是固定的，所以排数是固定的，所以像帅应该就一队吧，只有一队，对不对？是这意思。没有啊，帅看起来好像一样，帅应该说每一张牌对数对每一张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只是你要看海底，你要注意人家的颜色。对，你要注意人家海底，对人家的颜色。那这个两个白痴，一个对数没有。啊，这个白痴啊，两四匹马，四匹马。这个白痴啊，两匹象，两匹象，两匹马。那我们其实都妥妥的，因为没有撞到我们，都没错嘛。对啊，都没错。就可以讲完好啊。什么？为什么他说很久没去江月楼？我也想去江月楼，听起来好玩呢。听起来可以玩一些不错的东西哦。我觉得这边随便出一张，随便出一个，因为你剩下的都是单支的嘛，随便出一个，牌面也看不出来。来了，帅帅，哎，他的凑一对那个表情是陈之内，哎，真的，真的有梗，有梗，有哎，陈之内，陈龙，陈龙，哦，很多内梗哦，很多内梗，泡泡，花花跟毛毛，啊，是是是。哇，一样是丢哪个都可以啊，其实。其实对，应该是丢哪一个。那我把花花泡泡跟妈妈丢。哎，他很想去装的，哇，没想到哎。天哪，天哪！哇哇哇，他们打 combo 啊，我们这边也有 combo 哎，哎，我们听牌啊。我听牌了，对家也听牌，对家也听牌，对啊。这边很难，这个技术我们不能打出去让对面知道。对啊，可是不知道他是等一下，他有放炮规，他有放炮的概念在吗？还是说凑了？有有有有，他应该有放，他有放炮的概念。嗯，我们这样放他凑到他啊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他说他这边规则是手牌中丢出有人胡牌，放枪者赔胡牌，我们就要赔给、哦，我们就要送他去江月楼了啦。对了，送他江月楼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赌一下，我赌这张啊，我赌这个绿色是绿色的是绿色。安全帽、喔，香香对，香香对，江月楼，看来是我要去了啊！来换到我们了，哎，帅帅，嗯，祖祖，啊，哦，现在就已经立，现在是立直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立直了，立即，哎，哦哦。是是，打出来，这样就不能摸牌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像不行嘞，留一张就。红色吗？啊，不是，那黄的，黄的，黄的。现在就是摸看了，就只能打出去，不能再放进那个。哎哎，自摸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那我们怎么没牌啊？我们的牌不见了。哦，在那边，在右上角。哇，输烂了，见好就收，再来一局，白痴，他们再来一局啊！新加利耶，来来来，牌五百钱，你牌五百钱，我要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。也、欸、不错哎、欸，尾拜哦，蛮简单的，而且是，我觉得这个轻松啊，这个，有没有小技巧？那人已经凑对了，我们直接打出去，先把打掉。啊，我们等下再打这个包包，嗯，叫这个包包，不知道为什么包包，包包出现，包包换包包，包包包包要多少钱？包包换哪哪？包包换包包，包包换包包。包包换泡泡，包包啊！哎呀，太有学问了，我的天哪！哇呀，黄的打掉了吧？黄的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吃，我们都不能吃啊？哎，那如果我五个都是同一个颜色，会有 buff 吗？哎，他怎么又胡了？哇塞，陈之内，陈之内在那边闹。哎，不是，太难了吧？我可以换人啊，可以把他踢出去。再来一局，太一万，你太舒服了吧？反正这些钱都是我们工作人员努力赚的 ，OK， 你就把它花掉。这间公司就是这样子。庄家拿一张，好帅帅，帅帅凑起来哦，像像帅帅泡泡酱酱，他已经三对了，三黑了，太爽了吧？天狐是不是啊？好，那我不要这个冰冰。而且我刚讲完特色，我现在好想吃鸡人家。哎，为什么他打这个四，我没有办法凑？他自己摸到一个，我也摸到一个。哎，对，如果打出来，所以总共四张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比如说我可能跟另外一家都有单张，那打出来的人谁可以吃？感觉好像应该是赵顺位，所以刚刚是被他吃掉。哦，对了，哎呀，啊，你看，然后结果我打出这个四四也被他吃掉，所以他这哦，啊、这些人怎么这样那打得好了，运气不好哎、欸。哇，你都啊，足足走了，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给他拿没关系，小队的，加几雷，加几雷，相对对。香香对对啊！哇，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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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象又被抢了啊！哇，我们位置不好哎，糟了，真的是运气耶！哇塞，我刚一瞬间把那个帅帅看成啪啪，我想包包换泡泡啪啪，没中没中没中啊！泡泡，泡泡也不要，泡泡哎，哇泡泡，
倒几堆啊！哎呦，我哇，哦还没，哇听烂呢，哇这是，哇他自摸哎，哇，哎抽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自摸，我看一下抽头，没有他们自摸一台，三色两台，他们自摸完之后还会再摸海底五张牌看东西耶，哦，宝牌。寶牌难道是看宝牌的概念吗？是吧？哦，我觉得有点像看宝牌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看我们前输完之前，可不可以理解这游戏在干嘛？应该是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很像。没有啊，有，两队了，两队了，两队了，碎的。偷看一下，偷看一下，还看不出冰冰啊，冰冰打掉他就对了。冰冰，这个冰冰就是训的，冰冰，这个冰冰就是对的。是呀，妈妈，哎、欸，有对，哎、欸，冰冰，冰冰还在冰冰留下。这个冰冰，这个冰冰跟那个冰冰颜色不一样嘛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是黄冰冰，这是橘冰冰嘛？对对对。啊，有没有白冰冰？有有有有有白冰冰，有，好像有，只有今天限定，好像有。那我们等白冰冰啊，黄冰冰我们黄冰冰先出去好了。啊，黄冰冰，还有冰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事情，小事情。哎呦，我们哦，我讲。其实这样逻辑来看的话，应该你的颜色越少，牌数越多，烟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他可是他应该没有那样，对，他好像要抽，我们把这个抽掉，我们听牌啦，一个像，哎，有啊，胡牌时颜色越少，台数越高啊，有杠牌多一台，自摸多一台，这个我可以讲完了啊，哦，他是所以他在抽金色，现在城之内很赚，抽色哦，嗯。我们现在立即右上有一个规则，有种凑一色的感觉，可以看凑一色、清一色的感觉。哦，规则可以看抽头的意思。七款字样，嗯。对啦，顺位吃，顺位吃啊，顺位吃。五对胡牌放枪，一色四台啦，两色三台，三色两台，还可以杠，还可以杠，哦，还可以杠，自摸加一色四台，所以颜色有台数。哎，等下你我抽头没看完呢，抽头是抽头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看牌堆中翻牌，胡牌者可抽五张天头，每中一张多一台，自摸胡牌则再多一台。哦，所以你再翻，然后会帮有跟我里面的有对到，我还可以再多加，凑条件嘛，凑条件嘛。对啊，我可以再多加台。哎，有人赢了呢。啊，不是我们，是不是？都你玩，城之内这什么牌啊？都你玩就好了。他如果胡的话，不是他害我们不能胡了。不是他胡的，是左边那个欧朗 K 哥。多少赚啊？大赢7500。天哪！啊，没关系啊。按照我这个多年在这个牌场上的经验，我们这把赢可以把前面的赔回来。对，说得好。没错，就靠这一把。你看包包包包来了，那我们再一个包包换泡泡。包包换包包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包包走。所以我们要拼大台数的话，我们要把已经有的颜色打掉。对对，应该要这样，对不对？尽量要拼同一个颜色。没有啦，尽量拼。哦，对对，尽量拼同一个颜色。没有，哎，白色白色，哦哟，可以可以。那就把我们把这个颜色打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两色也可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两色也可以。冰冰冰冰哦，好料理。倒几对？哇！乖啦！哇，他也两色。哇哇哇！哇，感觉他们都在做。币啊，作弊做牌，哦，没有翻到，哇，都丑的，就要走了。哎呦，两色有这个香香香香香香，哎，香香给他了，哇，他比我们还香啊！来来来，有没有黄色的？黄色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我觉得有机会，因为黄色的香香啦。台面上现在黄色对两个而已，黄色哦。好送哦！对啊，妈妈又被我们对掉了嘛。哎呦，他也是橘色要的，包包不要。四四，没错。来黄的没有，我们自己摸。自己摸黄的来，漂亮，好不好？漂亮，帅帅，没了。哎，哇，还有机会啊！哎哎哎，来听来一张香香吧，来香香啊，信香香啊，香香啊，来了香香，香香最近 A 配说锁烂，哎，他杠哎，他杠哎，我靠，我靠，没关系，好险啊！上杠下自摸啊，香香有没有？啊，没有，好，缓一下。香香，信你耶。喝家，喝家。哇，哎呀！啊，他放他啦，没输没赢啦，还行啊。这么难赢哦，很难赢哦，难赢呢。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赢过一次，哎，啊，我们几点下班？12点是？10点。啊，呵，再来好不好？我们一定要赢一把。哇，大赌，成家立业。
哦，好牛哎、欸！作弊呀、啊！作弊！哎，作弊啊！我们裁判太脏了吧？裁判，这可以重发吧？这很难哎、欸、啊！我们简单做啦。哎、欸，可以啦，尾拜哦。狂放炮！我们走一个那个，不要想太多啊，有牌就打，有牌就打，或夹或夹。喝夹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作弊啊？他有点强、欸。赞！哎哎哎！屁啦！啊，抽头550 Bobby， Oh my god！我们输钱了。哇塞，等一下他抽头这样子，为什么会多一台？这个是吧？对啊，四对到四对到四啊，他有的，他翻五张有他的，这样子啊，对啊，翻五张有对到对，对啊，因为他翻五张就是变三条了，对、啊，就有点保牌的概念，再来，大家越来越上手了哈，上手没有啊，狂输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只能抽到天胡饭不会赢哎、欸，我们要了解这规则，有啦有啦，抽到一对啊，来黄色的，我们等下。涂一点口水，把那个橘色抹一抹，看会变黄色。哎、欸，被光了。对、欸，有，好，冰冰走、啊。哎、欸，江江，冰冰走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干、嘛、啊？怎么有人听牌、欸？搞屁呀、啊！我们三队，冷静。哎、欸，丢包包，他绝对不会放炮。包包祖祖不会放炮，包包祖祖不会放炮，他们都有了，有机会。这边打点配合啊，黄色再来，我们两色两台。可以，足足是安全嘛？来，足足不一定安全，他搞不好杠。冰牛级的人，冰帅自摸一个来中，好，没有没关系。哇，干嘛干嘛？香香啊，他们这个节奏很快哎，对呀，怎么那么快、啊？原本以为有领先，怎么现在变最落后的？哇，哎呦，漂亮，金牌两色还帅，香心帅帅，帅来。有没有？没中。好，下一家，右边。帅帅，来我们的帅帅中。丑丑，帅帅来一个。来，哇，怎么都没人。帅帅来一个。他们用哎、欸，有去过台北测。帅帅、欸，不是，别测错了。不是我们的。还有机会，黄色，帅帅有。帅帅，哎呀，整个人站起来是怎样？怎么那么激动？站起来干嘛啦？对。赌场啊，摸不到哎、欸，帅帅啊，怎么可能赢不了一把？哎、哦，橙子哎，哎，在这啦，海底啊，两色三台自摸，四台翻五台又没了，这好扯哦，下一把五然后那么多，还来啊？好，没有了，三秒，还有30秒，三角感觉打一场快了，好了，看妈妈已经有一个那个了，哎呦，来哦。我跟你讲，就信这个帅帅冰冰，帅帅冰冰，其他好哦，帅帅冰冰，帅帅冰冰流，居居酱酱给他走，居居酱酱走，妈他们都自己打自己的就结束了，啊、我摸不到牌，你来一场3秒结束，他已经听牌，假啦，已经有听牌，我们还没打牌，他已经听牌，我们一张牌都还没摸过呢，因为他这个一碰完就要换这样顺着。你屁啦！结束了、欸，没了，真的三十秒，输了，屁啦！我们一张牌都没摸到、欸，哎，好扯哦、喔，好扯哦、喔，好，这什么四色牌啊？好乱，真的是没料天丁呢、欸！你还是做贼好了，你不要赌钱啊！没有办法跟人家赌，没办法赌钱，偷了钱全部都赌掉，偷啊！这样输一输，等一下就从他们身上偷。好了，那个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啊！感谢这个 Tommy 来陪我们玩了、啊，很欢乐的一集。哎、欸，我们有这个 Tommy 的这个相关的社群有没有？这个字卡看一下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换照片了，跟之前不一样哎、欸，换一张新的、欸，真的。本来那个艺术的那个照片，其实还是用那张，没有换，是他特别帮我找一张。好的 ，Tommy 的 Twitch， 然后 FB， 然后这个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这个 Instagram， 没错了，follow 起来啦。最近都游戏王比较多的内容都是游戏王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 Cygame 的游戏《弹射世界》啊，最近可能就会多一个马娘，如果有看到的话，我在这里。OK， 在哪边？厂商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八，我在这。小萌，我在这。Cygame 一家亲啊，马娘在这。哎，在这。好，那这个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。我们有没有抖内什么的？看一下，有吗 ？OK， 子龙800元美元一抖，谢谢。
姚哥500元，请大家喝饮料，是真的，是真的姚哥吗？不是吧？不知道，真的姚哥的话还值得500哦，要不要脸呢、啊？喂，是真的姚哥啦，妈呀，应该是真的姚哥啦，好吃哦，下次带饮料过来啊。你要算你算成这样，200元也是你特质的一部分，谢谢。Sagram 100元，一人生低斗就给宅知道了，给你100元，大家去看《速度与激情》。定存台100元，阿文通告费基金第30期，你眼睛干不干？50元，太爽了，赚到第二次 LNG 开台。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？你很贱呢、欸！你靠背，是一好，外面听懂了，外面听懂了。所以我就在那一趴一开始我就说，你们先把聊天室关起来。四乙推校园50元，请问国师巨蟹女经典叫做男友吗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好，太坏，今天节目就超坏，真的太坏。今天节目好，这个小吃摊提醒一下，15分的时候有这个小吃摊第10集，好不好？大家记得去看一下首播。那今天节目就啊，就特别感谢新之梦幻岛。好，就这样子啦，感谢大家。好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